万能吴帅要挺住吴国界料理赛，到底韩式辣炒年糕来了，家乡料理竟然韩籍蔡师傅受众人质疑真实身份。陈哥，你吃的辣炒年糕有肉或是海鲜吗？有哎，台湾的。但是刚刚韩籍这位主厨口音他讲说里面是没有肉的。其实我这次去韩国吃这个很多种料，我不晓得还有什么豆皮啊，好像都有。你吃的东西里面鸡肉有吗？哎呦，我们那团比较贵，有鸡肉。你讲了一个韩国人，你真的去韩国吗？你确定你住韩国吗？哎，应该这样子问啊。嗨，你多久没回韩国了？不是啊，我因为你是回去的。贵桑桑的千元食材让陈晨也忍不住暴走了。吴秉辰师傅的好脾气，遇见武雄就破功。你求救的师傅花一千，你花得下去？这样大人，因为没剩多少钱了。我们就剩三千了，我怎么不要了？那是好贵啊，这里。我煮个汤圆8000块，我怎么不出去吃啊？请问你们两个可以好好沟通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哈，因为我今天穿西装，不能骂他，所以你们好好沟通好不好？吴师傅，你想脱西装吗？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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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西装就是讲。因为大会有跟大家讲，如果他穿西装还生气，下一次要穿洋装。欢迎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万能吴帅要挺住，吴国界料理赛。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这个送师傅去休息这个活动呢，看到目前积分没有？是7-6-5。哎呦，詹姆斯现在目前分数最低啊。啊，这三位师傅呢，吴秉辰师傅、阿基斯和詹姆斯这三位呢，对于型男大主厨已经贡献的都超过10个年了。真的。最资深的两位呢，已经快15年了，好不好？哇。我们有必要送他们去休息啊。对。对不对？度假，然后度个假放松一下。对，尤其又到了新加坡这个地方。陈哥，那我呢？什么？啊？怎么？你怎样？你跟我们一起送他们去度假。对啊。OK， 好。你想干嘛？了解。你去送机嘛，到时候麻烦你。OK， 好，可以。不是接机也可以。可以，我干。那我们请问一下，大家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是你机场送机是怎么收呢？算怎么钱？因为我算是进口车的话，大概是1200起跳，然后要先预约1个礼拜，谢谢。好讨厌，怎么那么专业啊？对呀，我想不到他能接，而且还接得挺专业的，是。好，所以你的车是属于尊荣等级的。是尊荣，车上还有2罐矿泉水可以喝。我定了，我定了，下次出国找你。如果是 VIP 的话，水可以改成气泡水。很厉害哦，很厉害。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每次这样的形态都是两位新进的学弟，属于学弟来挑战这三位学长，打学长。今天要接受挑战的呢，就是万能吴帅。嗯，是谁？我相信毋庸置疑的，师傅，他的料理是跨国界的，太厉害了。今天这一套就是他当年相亲的衣服，各位，这么慎重，欢迎三帅出场。很帅，哎呦，看到没有，我们的七星上将，看到没有？目前那个看起来非常的耀眼，对。这两位是待会是联手来挑战你的，嗯，对，试战下来积分最高的就会到新加坡去休息了。对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今天我们的三帅要选二厨啊，这位韩籍跟客籍的谁出来猜拳？韩籍客籍，来来，好，怎么样？准备，剪刀石头布 ，OK， 好。二厨有两边，好不好？刘书鸿，我们一组，我跟卓木兰，对，你们一组，这边。选这一边的，看到没有？有概念想法的都会知道什么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我知道，我都是被逼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什么被逼？我正想讲，你都离不开我耶。三帅要来公布我们今天的默契接力赛是什么内容，请公布。Tteokbokki 还是辣炒年糕？他的专今天的挑战的方式啊。路透社指出，哦，两阶段就是分别是他们的拿手菜。我刚去韩国玩回来，哦，去韩国玩回来就会等就具备一些条件能力，至少有去吃过说，哎，当地口味是怎么样？哦，这很重要。对，是哦。你都点多少钱的？吃路边，路边的最道最道地啊。好，他不接没有关系。
吃，就可以。好，第一个阶段是默契接力赛哦，两边的第二棒都已经把墨镜跟耳机戴上去了。好，第一个四分钟呢，不是只有坐而已，还要去那边买菜。我们今天很好，隔壁的张老板在旁边，均一价200块钱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均一价，所有这边五个福袋要变大，均一价1000，怎么那么好？对。最多买两次的，顾问做好做满最多是2次，我们可以让你们在这个阶段就是2次的球队。OK， 真好。干什么？准备啊！偷跑，来，那你过来。来来来，一起。好了，4分钟计时开始。走。还要买什么？我要一个这个。一个。我要一个这个。好好，那就放进去吧。我要买香油。要在哪？我来，在这边。我要一罐。你要吗？香油啊。不要，谁要那个东西啊？这是韩国有韩式辣酱吗？韩式辣酱这边在哪？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要干老板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要葱。葱。葱可以送我吗？买了，先看一下。有啦，我会继续买下去。谢谢哦。那你要买 cheese 是？要。哎，没有 cheese 粉哦。cheese 粉。这个我也要一颗。没有洋葱。好。对 ，cheese 粉没有，那我就 cheese 吃喽。泡菜，泡菜来一点。泡菜。对。哎，我好了。你好了。多少钱？欸、我没手拿，1800，算头，1800，好，一点算头，好了，2400，回来了啦，找100给我，你买了几样？9样，1800，太好了，对，1800，年糕，然后高丽菜，洋葱，蒜末，还是辣椒粉，还是辣椒酱，然后2颗熟的。水煮蛋，然后青，没有肉，跟青葱，不是没有肉和海鲜吗？因为这个是基本的，很多有普通的羊羔炒羊羔，但是这个是真的基本的，最基本的。但是如果说对方买的海鲜呢，或是对方买的肉呢，那也不就没有味道了。最传统是这样做，传统，但是评审喜欢吃什么？对啊，但是他们拿了海鲜架板。这样先这样吧，要不然还是架板。这样切是对的吗？哎，他们能教吗？不能教是哦，太好。左仁轩没问题啦，左仁轩买这来干哦，干哦，没有啦，这样很乱。你拿西装不适合拿盘子，你又不是外场人员。好，那我重来。上菜啊 ！Thank you。他切这么粗是对的吗？我没有想到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。派，人家又有拿肉，他那边没有拿肉。对。他觉得他觉得都不就是，其实我这次去韩国吃，其实很多种料我不晓得，还有什么豆皮啊，好像都有。你吃的东西里面鸡肉有吗？哎呦，我们那团比较贵，有鸡肉。不是韩国，我吃过的也有鸡肉哎，啊，20几年都没有吃过肉，有鸡肉都是观光客在吃的。它有这个差别哦。吃的是那个春川鸡年糕，对，春川，对对，没有错，春川鸡年糕。然后我看他那个路边卖的，它上面有放那个蛋菜。蛋菜，把手，真的吗？在那个年糕中间那边，你讲了一个韩国人，你真的去韩国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就好呛哦，你真的去韩国吗？去韩国，我每天都叫鸡。手盖什么？放下来，没有就看一下吧，就看一下。第一棒剩下30秒，30秒了，要买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要买的？要买的，好，赶快交代一下。还好了，其实交差差不多了。这边还买香油哎，高要机器，韩式香油。他又说传统没有加香油，真的？看你觉得他拿这些料对吗？年糕拌一下。哦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，韩国在哪里。可是台湾吃的好像是这样。但是可能会有好吃啊，他这个还不错。好，所以今天的韩式料不是比道地就对了，就是裁判们喜欢哪一道就是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怎么样？哇，这歌太好听了，你就把它做完吧。我今天早上拍戏蛮累的。是，来来，怎么了？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菜吗？辣炒年糕。所以现在干嘛？那你的辣炒年糕，你看他买的这些东西，你有没有底？怎么做？你知道吗？东西刚刚有讲，先把东西搞熟，搞在一起调味就对了。啊，好消息，就做完了，还没，还没。是你做，是对，武雄在旁边，但可以讨论没有问题，可以讨论，也不能讨论。那我们再走，我需要跟着走喽。好，好吧，您先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隔壁。是，我想隔壁请上来。是，辣椒，不要切断哦，切丝哦。来，不能讲哦。什么啊？年糕要煮。陈哥，你吃的辣炒年糕有肉或是海鲜吗？有哎，台湾。但是刚刚韩籍这位主厨，Korea代表说
面是没有肉跟海鲜，它是传统的，传统的。我吃过有小鱼干的。那我建议他就是看要不要想看要不要再增加什么东西。所以第二棒呢，在做的同时，还没听好。第二棒在做的同时，想要再买什么还是可以去买，还可以再买，还可以再买哦。没关系，我们要讲一些钱哦。第二棒四分钟计时开始，买海鲜。不要买，有没有在补东西的、啊？我们的张老板已经自己走到外面去了。所以你们，哦，所以你们没有鸡肉，有水煮蛋哦。对对。那其实是一样的、啊。小孩子喜欢的东西，小孩子没有钱。哦，我们今天不是给小孩子吃的，他有韩式辣酱，可以再买。对啊，对。你要不要再买？他有加辣酱，可以过去看。我们才花1800而已啊，刚刚。那他买多少？我们买2400，我们买那么多。沙迪卡卡萨米达，过头了。嗨，这边。他刚没有买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甜不辣，甜不辣可以买。嗯，我们买两份好了，来看得热闹一点。味淋要不要？味淋应该不用，不用糖就好。可是其实我有去过韩国哎、欸，我也没吃过鸡肉。真的假的？是吧？但你们吃过海鲜的？他真的没有吃過。其实我也没吃过。没有啦，你没吃过年糕？我吃过年糕，没有吃过海鲜。你不会去韩国去吃，没去那边吃法国料理吧？没有，去吃道地的小吃。我跟你说，我吃的年糕有锅贴。锅贴。我还吃过有加那个甜不辣的，它就是这样，这个我有，它就是年糕，有在锅，它把锅贴放在一起拌一拌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在你确定你住韩国吗？哎，他应该这样子问的。嗨，你多久没回韩国了？不是啊，我因为你这个去的。结果搞到最后，他没有住韩国。哎呀，至少离家背景的也没有办法，在韩国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要切断呢？第二棒剩下两分钟，要不要买福袋？要快要快哦！来得及吗？要不要买福袋？志宏，要不要买福袋？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还有钱吗？有啊，有钱。花下去，花下去。好，要不要花钱？要不要买福袋？要不要买福袋？要是机会哦，要买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，一到五，请问是哪一个？那是选一号。打这个来，请问是要几号？三号的，没有，完全哦，哎呦，所以一天天这个很不错的，来，买全力抢救30秒，快30秒，30秒不错，1000块，来，30秒计时开始，你打这个帮我切断哈，好，来，还有刀吗？吴师傅啊，要切断，断，你觉得他这段时间，他突然这样买福袋时间对的吗？其实就尽量救吧，他也没做错什么事情，他是没做，可是有点慢，因为这道菜其实它煨久一点会比较好，对，那个爆掉，泡菜我会选择最后放。还要加什么？然后那个把它爆几干，泡菜汁爆放进来，好，直接放泡菜汁去拌这个，那个好不好？师傅，我们干什么？夹子放下来。他说要一点水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大，对啊，就泡一点水。没有，我跟你讲。好，这边继续，我们看下对面。泡菜汁用，好。哎，要浇了，快！浇，要买福袋，对，买福袋。来，麻烦1000块。买福袋，钱收钱，麻烦1000块。我没有甜不辣，你买了甜不辣了，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先刀，买福袋过去，钱，你这样拿你看不好看的，这样。不方便。来，请问，现在这个3号被买走了，现在剩下1、2、4、5，不用一直。请问，还没先办呢。五号，随便走你买5号，最尾巴的。今天很棒啊！不出声，教学30秒。不出声。哦，用笔的啦，用笔的。用笔的。来，两位，这张，这张，好了没？三，用笔的哦。Without talk。里面有盐有吗？有放盐，有。我可以吃这个吗？你可以吃这个。不是。不可以出声音啊！我知道的，他现在是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好了，30秒计时开始。来，再上。啊 ，OK。是水还是料？当然是料啦，水就用倒的啦。全部啊，连都不给，连这些都全部放进去哦。好，还有来哦，可以教哦，那个也可以跟主持人讲哦。师傅能教不能动手，手放开，对，然后呢？然后水要吃 OK 哦，来讲，再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有，我做了，这个都做了，谁啊？那个都做了，在那个里面。停，时间到。
他没有叫你倒在那边，他是说那个分量倒到这边来。七的，水要谁会把水倒到菜里面去啊？谁会？你知道谁会吗？你五雄会。哎，为什么五雄你在那边？剪不剪？剪不剪？哎，没错。哦，你们现在很随便的，你们还难缠的吵嘞。我以为两个人一起了。对。对，可以在那边。那你在那边睡，我就回去。我看你这个做法完全不一样，你不用吵，不用干嘛。对，因为我们说都不给是炒羊羔中文，但是这个其实不是炒菜，这个是炖菜的一种。哦，是，它是炖菜。因为我们这个韩国吃的很大的一个铁板里面一直做这样的动作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炒菜，但是不是炒菜，但是不是炒。你的量都已经下对了，对不对？那汤汁数都下对了，对不对？那洋葱也不用下。等一下还是要试一下，我也放剩下30秒。晚一点，往洋葱晚一点，晚一点。第二棒剩下30秒。好紧张！对，他是花时间去炖它。对对对，这个是一种炖菜。它是炖菜，对，炖菜的。所以我觉得有那个拿到个甜不辣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哎，可以。那相对的有鸡肉海鲜炖的，味淋。我吃过有小鱼干的，嗯。其实它这个，我觉得它这个很多版本，哦，就看你怎么堆叠，是不是很对？那有没有小鱼干的？冲都来不下，哇，这个他去的韩国不一样啊！好，时间剩下就是2分钟，大家合力完成它，计时开始。哎，这我大家可以做，可以做合力吗？要盖盖子吗？不行，不要不要不要盖。有没有再买福袋？再买一个，陈哥，啊，有没有买福袋？最后下，还有什么？泡菜一半就好做了，谁叫你教的？泡菜一半，好，再花1000块买。要不要买福袋？没有，我们要走哦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好，去看对面。要不要买福袋？五雄身上剩多少钱？我没算呢，我剩多少钱啊？你花了3400。那我还有钱。哎，3400在。他说不要乱花。不要乱花吗？是这个错对不对？所以不救了对不对？交了要交。有看过救了对。应该是不用吧？不是你说要交了吧？对，啊，你要讲要交了吗？他说他替我们感到骄傲，对，替我们感到骄傲。真的可以试味道吗？可以试味道吗？是的，刚试完味道。那我是不是要可以放这个了？开开去试味道，要不要救？要不要买福袋？我无法决定。太多，好，没关系。要不要买？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的。你不要在家，你乖，你乖。哎，请问你们两个可以好好沟通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哈，因为我今天穿西装，不能骂他，所以你们好好沟通，好不好？吴师傅，你想脱西装吗？不不不不不，脱西装就是讲，因为大会有跟大家讲，如果他穿西装还生气，他下一次要穿洋装。嗨，你们韩国是这样做吗？这是春川垃圾的，这是春川啊，春川垃圾是这样做，春川垃圾好吃。是不是太辣？咸呐！没有时间，剩下最后的1分钟，这个要不要想？就把火关掉，去慢慢想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福袋？我觉得这个要放。要不要福袋？我跟你讲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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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袋，不要。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加一加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福袋，看对面来。来，吴师傅过来啊！再补水，再补水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个听我听我听我这边。他说。对，做法完全不同嘛，而且少许就好。一边真的像炒的，一边是炖的感觉。桂林，但你不觉得吗？做这种韩国菜，有个韩籍的主厨在那，就觉得很地道。对，就觉得这个做法。对啊，有试吃吗？很鲜嘞。他那来给我们便宜吗？唔知。啊，你本来都麻呢，我那来给我们拿。聊开了嘞吼。没有是吗？啊？看起来好吃。看起来好吃。哦，辣。你可以试吃哦，啊，真的啊，对，你可以试吃，呀，哎，这个跟我所知道的真的味道不太一样，味道颜色不会太大吗？有，不会，八七气死的，6 5 4 3 2 1，两边请停手，这个下去味道就上来了，哦，到底是正统韩国的豆腐鸡好吃，还是那个春川鸡的豆腐鸡好吃？哦，上桌吃就知道啊！哇，好不一样哦，完全。我觉得这样，这再看起来，这是餐厅里吃的，这是家里吃的。先是我们的，我们可能比较淡了。先是我们的，好。好。很辣啊，你们的很辣哎。还好了，因为糖放不少啊。你们是放糖？他说这个糖，他说这个甜味在日本不在韩国更重，对，更甜。
来，另外一边来，吴师傅，他们有泡菜了，这个我们一般在韩式餐厅所见到的比较像。哦，对，还有那个鱼板，他们属于咸的啊，哇，好咸啊，完全胃口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两边综合起来可能无敌了。对，用韩式大炒年糕都不给，结果如何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举杯。阿迪斯先来，其实不好评了。那个老师雷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强调，韩国式的吃法就是甜，所以你说不给他分数，有点愧对自己良心了。哦，反过来这边的话，就会觉得它的味道稍重了，咸了一点。嗯，啊，如果说先吃咸的话，可能就甜的要往一边摆。哦，啊，往一边摆，两边都好了。嗯，詹姆斯你怎么说？你没有投这边原因，是因为这边的泡菜过了。泡菜的酸度已经抢走了我吃这个年糕的味道。对，那如果今天的主题是韩式泡菜炒年糕，可能这就成功。但年糕里面可以放，可是有点过多。二比零，非常的惊险，再次领先。恭喜！路透社指出，因为领先，所以我们可以超过多30秒钟提前出发，是这个意思吧？第二阶段市场挑战赛，是的，我们。准备，请就位。好，这个阶段呢，因为刚刚上个阶段，陈哥跟卓文萱这边赢，所以可以先出发30秒。是，30秒，谢谢。哦，刚刚是福袋来的，现在不是。嗯，我们这边特地有3000、2000、1000的，哦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我敢保证这3000块你花了，你会开心到不行。这样贵哦，你会开心到不行。一分钱一分货，我们已经花了3000，再3000，哦，就6300。物有所值啊。哦 ，CP 值超高，2000块，你相信我，这个打开你买了一定会开心。请问哪一个有？第三句讲一样的，来，第三句讲一样。第三，我跟你说，物美价廉，你光看这1000块，你买了一定会开心。所以这个就是他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这个就是开心三套。反正你只要打开了，你都开心哦。那我们只能先到这边来。好耶！哇，师傅要过去嘛？对不对？不用，先不用，就不劳您过来了。先不用，先不用。我们也要分配出。哇！第二次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一道菜去买，师傅不能讲。回来师傅再来救，但是陈哥，你确定你可以挑你觉得可以让这道菜加分的食材？盖什么东西？倒回去啊！倒回去，我们要出发了不是？没有，我们是买完菜回来才开始计时。那我就先不要。这是不一样，买完再开始计时吗？对，我们不是说去到那边，我们是买完菜回来开始计时。好，陈哥，拿起你的小标标，可以出发了。你就给我30秒计时开始。你不要买这个，鹅油葱酥啊，直接哦，没有，他在，我们在讨论策略。对，收工之后喜欢哪一个？直接炒。他说策略，你说收工菜过也可以选。刚刚那一道算哪一种？手工的汤圆，这个还是什么？哎，这手工，这楚楚搓的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手工小汤圆手工汤圆哦。对啊，手工的，对，这个大的。OK。然后猪肉要不要选好一点的？我觉得是大汤圆、小汤圆。没有看你啊，大的啊，你是哈嘎你，你问我。AB 不用 ，AB 有大的哦，对。大小。不用了，有鹅油了。注意了，有鹅油冲出的鹅油啦。什么东西？我有听到，快，哎快，哎，我们今天拿来干什么东西？小的。来，好。大虾米，哎，老阿妈老菜脯，快，菜脯一定要买的。韭菜。那不然我们就再赖一包蒸拌面怎么样？挑起来了，挑蒸拌面。还有这个，妹，来，我帮你接过来，快，真的。哎，猪肉，应该这个就可以了，应该这就可以。你确定是这种？可以啦，我跟你讲，要吃就吃好一点啦。对，要不要买黑蒜？为什么要黑蒜？味道也很。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哎，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没有油啊？对对对啊！我们应该可以了。可以了是？可以了。哎，这个是别人要给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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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多少钱？我给多少钱？3200。红红的，买这么多啊？哪有钱啊？哪会剩钱？没有啦，没有价，没有价。有，好，这样好了，我多少钱？哇，好贵哦，好贵哦，哎，好贵哦，是买一个，不要，没有放那个啦，你也以为煮乌龙面呢？哎，啊，你有没有买一些来冰的？那买什么？有要蒜跟姜吗？不用吧，蒜他们有买哦，他们有买蒜，蒜啊，对啊，好，我们买蒜，好蒜，哎，好，哎，100，100，100，哦，100，好，好了，买好了，
来，谢谢谢谢，好，你可不可以再找个不可以啊给我？哇，你这样子，刘书鸿一直想买小白菜，他好奇怪哦。哇塞，哇，这个还有什么东西？走开，走开。哇塞，刘书鸿去哪里？我再去买东西。两分钟结束了，不好意思，请回来了。你要买什么？手机，我手机掉在那边。没有没有，手机我们没回去，我去拿一下。隔壁打烊了，不好意思哦。还有手机掉那边，这个理由真棒。来，我们先开始。哎，我妈找我。陈哥，然后你的陈哥，末对不对？你那个汤圆怎么这么大？芹菜是要手工的，他说。啊，手工这么大会不好入味啊？你买那么大干嘛？我们这是客家咸汤圆哦，不是客家元宵哦。陈哥啊，那汤圆多少钱？我汤圆不少哎，汤圆800的样子吧，800块你买下去对的。你这个败家。那张俊勇讲的好诚恳哦。真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哎，手工的汤圆要吃手工的，口感好多了。他说我们主厨特别手做的。太容易被说服了。然后我一回来以后，张俊勇说，哎，我掐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啊，你买鹅油啊？哇，鹅油多少钱？鹅油也贵啊，我刚买了3000多块。哇，3000多块。做个客家咸汤圆花了3000多块，败家子，你应该有金箔吧？我想，啊，金箔。他刚买完的时候回来说，我这样子买这么贵，我宁愿去外面吃一餐。人家买这么贵回来就算了，他要自己动手哦。对啊。对啊。下去哦。哎呦，而且你买的是花菇哦。花菇。你买的都是高单价的。那多少钱花菇？花菇也贵。多少钱？哎，那个汤圆如果会不会下早了？花菇800，一桶400，很大，很大，哇，800，我都被买松露了。对，你是贵妇，芹菜猪，贵妇贵妇。哎，我们这样子啊，我们下次这个大会哦，不要提供钱，对不对？让他自己出钱，他就不会买那么贵，80块都嫌贵，我告诉你。他当然不会去菜市场，不买，自己从家里带过来。我家以后啊，我们要发起抵制超市的活动。我们让那个吴老板呢跟张秋勇没工作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带食材来，你也可以选便宜的，你要买那么贵？哦，这好难吃哦，这个软肉。对啊，花那么多钱，老板还没有帮你切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有切片的肉，所以看男生有切片的肉啊，有吗？切断吗？要不要求救？切断，对，切断。要不要求救？现在先不要，帮你切。都快切好了，算了。切好了对不对？没有，来看对面。我觉得要玩那个麦的。那个求救了啊！做好。完了。是。完了。你要急着回去是要卖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。对，这不要。完了。你刚刚本来要再回去的，还买。又完了。我觉得少了香菜。买求救吧。少了香菜是。对。要买求救吗？求救啊！要。买了买了。要。请买求救，我也没办法救啦。怎么办？变红葱头又毁了、啊。你大润发买好了，可以再买一次吗？我跟你说，陈哥那边有鹅油，鹅油啊，好，你跟他买鹅油的油葱酥。对，你跟他买400。那看陈哥要卖你多少钱？陈哥，我可以跟你买鹅油的红葱酥吗？我当然我不行啊。哎、欸，一个酥，我说当然不行啊。500块卖不卖？500，500。你们不要跟你们计较，大概10倍，1000块。哇，你买那一瓶才800吧？800，800。两位时间买了，1000块买了，快点。不要啦，等一下。时间在跑哦。不行。哎，不行啊！你先花2000块。切断。我们求救看看 ，CP 值超高。我买了哦。买了。我买你了。一副吴秉承一副就不想要救的样子，这是2000还是3000？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哎 ，CP 2000啊，有多少？没有啦，3000，哎，谢谢，那拿3000吗？对，嗯，要买3000的吧，收了就收了，干嘛退回去呢？2000对不对？我这怎么切？好，来看一下 ，CP 是超高，没有都没有切啊，我没有办法救哎。好，真的，现在把这我都以为我是财神爷，你叫我要做什么呢？等下，接着我。任选时机，主厨即刻抢救20秒，可以再用三次，可以用3次，任选时机吗？现在就要开始了吗？还没，我刚才跟他讲说我要救什么东西都没有备，这边两个稳住好吗？好，好，哎，那你们这样有3次20秒，好，很不错，你们两个一定要稳住哦，神主牌拿上来。把这都给你叫了，你就这样整个放在汤上面煮。好，技师不要教他哦。没有，他说今天书鸿好像变瘦了。书鸿，我可以请教一下，那个你为什么要坚持买这个肉？对啊，我因为现场没有其他肉了，所以那个五花都被抢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现场就剩那个肉啊。可是这个肉不错，我觉得油花漂亮，而且又高档。哦，
哦，所以食材是有一个高档的，一个就是一般的，就对了。对，它只有一样。哦，腾哥那边光是两朵花乎800，对，两朵就800。哦，有它还有一个猪肉，可是是猪脚肉。相对你看你们那个菇看起来就很寒酸，有没有？不会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客家人都是煮这种菇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都吃这种。不信你问一下邱师傅。对啦，对，你家里不是都吃花菇吗？没有，纽扣菇，花菇还没吃个香。好，我们备好了。不过你也需要切这么多肉啊？对啊，够了，这样就好。你觉得那一碗这样，那肉就满了？太多。没有，我是对，哎，很抱歉，那个时间剩下6分钟，要不要用20秒？我先用20秒，然后你先帮我开火，开火！来，牌子举起来。等一下，先开火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先帮我开火，好不好？大声喊出来！主厨即刻抢救，20秒，20秒，用掉一次，计时开始。没有，快！加油！那我们等一下做什么？来，等一下哦。这个肉一样爆炒一下，我有20秒已经来不及了。好，煸香。蒜头爆加酱子的量进去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不用管它。香菇我进来炒，这个帮我稍微切一下，切一下，一样放进来炒。吴师傅，你这个没什么生命迹象哦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只用浇的。所以我们大家暂停。好，那直接倒，一定要浇到它是酥酥脆脆的啊，再去熬汤。20秒倒进去，好不好？20秒倒。20秒到了，稳住。要放多少？好了，现在看对面了啊！好，你自己想。过来，这边这边。好。你一锅的汤也会放多少水？好。洗衣服。鹅油好香哦。鹅油好香哦。很热。买对了，用鹅油就对了。尾啊，知道还有。吓死人！那个菇跟鲍鱼一样。对啊，像鲍鱼一样。那菇好香哦。那会不会这样子炒出来就不像客家咸汤？不会。它全部是不是已经变成？在我的印象中里面，这边都是最好的食材。我本来想要做什么红葱酥、油葱酥什么，大户人家就这样吃这个。没有，国宴就吃这样。大户人家就客气了，陈哥家都这么吃了。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我家不常这样吃啊。会不会这些做了之后，以后你们家就变这样吃？我觉得可以考虑，如果加进，如果没有走下坡的话。怎么开玩笑？陈哥有在上坡，好吧？上坡比较费油啊。耗油了啊。这个要煮到什么时候？五香，差不多可以，差不多可以过。那你味道放了吗？你去泡，有放盐啊，这是你客家菜，你去泡。放了，我就可以了。要不要求救？要不要求救？可以求救，来，快来。你要哪一个？3000的，买的，1000的，哪一个？3000，1000。要多香？3000的还是1000？我现在1000的。他们帮买2000啊。然后再领，可以买2000吗？2000可以买走了，还售的，买1000就好了。走啊，1000。啊，以前你花了那么多钱买那么多花菇，就2朵800了。你求救的师傅花1000，你花得下去？花这差不多，因为大户人家像大人，因为没剩多少钱嘛。好贵啊！对呀，没钱了，不要逼我们三千好不好？钱是小事，赢是尊严。确定吗？1分钱1分货，我们就剩3000了，我怎么不要呢？这是好贵啊，这里。确定啊？哎，我煮个汤圆8000块。我都不出去吃啊！现在食材是你挑的，我来确定了，确定好，这边先好，好，一千。三句话一样，主厨提重点提示三句话，就三句话。哪里开心啊？哪里快乐啊？上次上次又讲过三句哦。对啊，好，那怎么三句？来，三句我跟你说，它不是只有三句，一口气。不要呼吸，可以讲气就可以。哦，不断气可以讲，算是上一句的。不断气的情况。哦，你上次玩吗？那个什么？对，是不是？你们在玩什么？在什么？应该是开会教嘛，对。没有他，他讲我听不懂。来，邱宝郎到这边来，去那边，只能讲，好不好？中间想好，不能断气哈。断气就算。好，三句话，第一句话开始。米酒、酱油、香油、糖一匙，这个油葱酱。好，一句。来第二句，米酒酱油糖。第二句，香菇水高汤。两句，香菇水高汤。第三句，其他你会了。好，三句结束。等一下，后面加。米酒酱油香油糖，加完之后高这个，然后加高汤。哎，我要抢救，我要抢救。好，这边要抢救20秒，来看这边。糖。牌子，牌子来20秒，喊出来！主厨即刻抢救20秒，20秒计时开始。对，滚！来叫什么？走快点，好。你
汤圆还不煮哦。然后那个水放弄开，弄开之后放火直接煮哈。所以有下味的。要不要下什么？要下盐吗？盐巴不用，我留在这边养。你小朋友不需要了，倒半开要半开。时间到，好，请把筷子放下来。要不要再继续救？米酒，还有二十秒，要不要再继续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因为我们这组状况比较多。不会吧？脱外套吗？脱外套就骂我。确定不脱西装？哎，那个需要加盐。哎，我不能再讲，不能加盐。不用吧？不用啦，不用加盐。汤圆的大小，你觉得有没有差？有吧，当然有差啦。但你觉得小的还是大的好？一般我们都吃小的耶。哦，是阿基斯。我认真点，你认真。阿基斯不好意思，他插嘴了，不好意思。阿基斯不是，你讲你讲。一般的话呢，以我们客家文化来讲，他喜欢吃饱嘴的。真的吗？哎，赶快把它全部捏成一大颗。对，抢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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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聊开了，请他们聊开了，聊开了，聊开了，聊开了。二十秒计时开始。二十秒。做完，没办法啦，这个很难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接下来你们不要再聊天了，尽量。等一下，这边我喂好，下一次穿洋装哦。我喂好之后呢，这个把它滤开，因为这个被你毁掉了。好，我也怕里面有那个苦味。苦味，啊，嗯，我这边还有香菇薯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吃过。然后呢？然后还这边里面我会调好味道。对，盐巴、糖，哦，盐巴、盐巴、盐巴，胡椒也要加。等一下，咸味你再帮我补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些要加进去吗？再加进去，再加进去，好不好？对，要加进去。对对，要拌哦，哈。讲话没关系，要拌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讲话没关系，要拌。哎，这个汤要不要加进去？啊，你不要再乱，你就顾好它，顾好它，顾好它。我先说好蛮乱。全部一分钟已经用完了。哇，接下来靠我们自己咯，要试味道。既然你要靠你们自己，来，吴师，我们到隔壁走走来。啊，反正我也拿白棋了。干嘛这样？哇，这边的。好澎湃哦！好吃哦，你可以吃一口看看。人家一般客家人是住三合院，我看你这是八合院吧？八角的。哇，你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个阔气啊！我可以试吗？可以。好，人家是三线跟四线，你是海陆全餐啊！哇，人家是我是纵贯线，你是纵贯线啊？这应该整条纵贯线都是你的吧？已经味道了没？半流水席就会煮这么大锅、啊。时间剩下最后的30秒。为什么韭菜这么长啊？不是比较短吗？小段，配合你的汤圆的 size 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因为其他都不能太小，要不然看真的看不到。要试味道。刚刚其实整个的总比例都有慢慢的都放，因都要放大，所以才把那个香菇换成花菇啊。我觉得汤圆怕会没有入味，因为大颗不好入味。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想怎么处理它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时间到。不错，你看这些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来看看究竟是三合院会赢还是八合院会赢。来，我们上桌。但我在煮这个，然后被人家说土豪，我会这么想。对，八千块，而且为了吃一碗汤圆花了8000块。八千呢？哇，这每一口都好珍贵。最近我有存一点了，我觉得。各位，试试看，八千可以买一台中古的摩托车嘞。我们就吃一碗汤圆。绿老头，味道都蛮满的。嗯，很满哦。然后，肉我不会切一个大片，不好意思。你的汤圆都是碱。哦，我好像吃了一碗小笼包了。我第一次吃这么大颗的，你没有吃过大一个的吗？在老家会噎到，你知道吗？是你们的。好，来，这就是家里会有的客家咸汤圆。其实，在节目里面一直以来做客家咸汤圆都是用这个大小的。对，很熟悉哦，好像在外面吃，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这很熟悉耶。准备举牌，获胜的是一、二。来举牌！阿基斯给了我们肯定。阿基斯先说，这边是老人家做120岁生日用的，这个叫做功德圆满。这个物件吼，咱坦白讲，真卡人煮鱼啊，拢爱煮较大粒，讲八脆，大富贵。哦哦，这无唔对啦，真卡咧嘛。啊，咱即马拢是都市对无，爱食优秀啦。
啊，又想伊个口味做起来无较输你食啦，所以我分数就好伊啊。张俊宏是不是先来？是，我选这边，我觉得真的的确是他的料，大颗的汤圆，真的太难了。对，然后说实在的，那个花菇的味道也很棒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他的鹅油葱。那些东西都是你卖他们的，讲出来的。食材好的关系，它味道的确比这边来的浓郁一些。对，鹅油啊。詹姆斯的总结：你花了多一点钱，你拿的材料比较好，它势必呈现出来的味道一定会比较好一点，这是毋庸置疑。嗯，喝了它，再回来喝它，再回去喝它，你就觉得这边可行，担保。担保。另外，我给分数给这边，另外是，其实说真的，大的汤圆不好，反而小的好入味，大的不好入味，这是你们做的。总票数4-1，恭喜吴帅只能得到一个徽章哦，但是我们有2500可以换奖品，加他一颗星，所以他现在变8颗星了啊，变8颗星。哎呦，8分遥遥领先啊，请大家继续加油，我们希望呢，今明年过年前后就能够送你们到新加坡走一走。那送机服务就交给你，记得配矿泉水。气泡水，气泡水，其实人可以叫了，一般是1500，他1200算便宜的，算便宜，就是进口车。他说，他是起价，起跳就是1200，他讲的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再次谢谢严叔，谢谢所有主持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祝所有喜欢去新加坡旅游的朋友天天都幸福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，名师戴高徒，沾手来踢馆了，暌违5年超活泼。是谁答应你来踢馆的？听说已经5年没上节目，哇！而且5年没做菜，简单食材化身豪华宴客菜，双主厨名师出虾土。我刚刚把他们两个倚在厨房的编制，你虎就点嘛，你虎就挪啊，你不挪谁啊？没有很高啊，没有，可以了，这样已经170了，有那170左右。不要吓唬我的队友，好吗？没有没有，真的啦，真的。你讲啥嘞？我别讲啊，我别当讲，我都讲海西啊。这边在干嘛？好好，可以抓烟吗？还40？为什么是你负责抓烟？不能坐，我不能坐着。我想说我没有看到，我就忙。我们家在摸骨的呢，赶快拿。好，但可以放大概1/3，好感人，残而不废哦。那你可以给我一个抹布吗？让我擦下手。曹天兵五兄让阿芝是跳起来了，气瀑布无言就料理。你有贵油哦，有很小，过了油还可以整片在一起哦。你真的是，他们感情好，这个感情好没有问题了。再这样把你关起来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